你的狩猎应该很顺利吧？ 旷野容不下任何邪恶。 灵地在呼唤，休养生息，梦境心通，有很多生意做。 再见，再见。我为女王效命，下次再见。
侵者不是森林里唯一的危险。你找猎手有什么事？你好啊，凡人。月美女士对你的评价很高。我手下的猎手很少会言道回报，攻击去找他们。当心暗影。这里肯定有你想要的。有你需要的东西吗？下次见，各种商品都有。希望你能以自己为荣。我的货源充足，感谢惠顾，下次再会。别被看见了！你为何而战？森林瀑布已经沦陷了，好像有人在追杀我们。我们会尽速赶回林地。谢谢你，朋友。我们什么时候要狩猎？对猎物绝不留情。森林看着你。
让那些邪恶生物明白旷野猎者的怒火多可怕。狩猎愉快。瑞恩呐，狡诈的猎者，我认得那个声音，可是他已经战死了。了解猎物，那是你教我的第一课，而你却忘记了。洛克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离得太远了。还不认得对手吗？认得他们的武器，他们面具之下的脸。戴面具的妖精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吗？没有希望的狩猎，现在你成了猎物，而我非常了解你。洛克龙，快住手！如果你真的了解我，应该会怕我才对。现在没有目标。猎物是谁？为亚登旷野而战。主人，主人要看着亚登旷野凋萎毁灭。那你就再也不是猎手了。
说清楚，讲明白，为了凛冬女王。狩猎到此结束，克瑞恩。
我有新的主人，主人要看着亚登旷野凋萎毁灭。那你就再也不是猎手了。离得太远了，你的狩猎到此结束，我已经扣住范围了。反杀，小心暗影啊，克瑞恩。准备就绪，我亲爱的朋友变成可怕的敌人，不能让他活着。返回朔瀑盆地，我这场狩猎才刚开始而已。你需要旷野猎者的协助吗？我曾在林地中用这个携带野性种子，希望这能派上用场。
需要什么吗？再见。没有目标。
没有目标。待会要来制作什么呢？这么快就要离开了吗？我离得太远了。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我需要目标。需要我的帮忙吗？
我为女王效命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待会儿要来制作什么？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你的世界是什么模样呢？帮你什么吗？你好啊，我为女王效命。欢迎来到旷野。停下脚步，聆听自然的声音。
你好啊，这位朋友。你好啊，我笑中女王。想听首振奋精神的歌吗？保重哦。我能帮你什么吗？女王会眷顾我们。旷野欢迎你，为了亚登旷野。我笑中女王。别让他们看到你靠近。待会儿。
会要来制作什么呢？这么快就要离开了吗？下次再见。需要帮忙吗？待会以后要注意安全哦。你好啊，再见，很高兴能帮你忙。
离得太远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